听见。姚芳，你来了。嗯。快请坐吧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不用了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会好好帮你试枪的。我知道你会帮我的。你之前救过我的命，现在又帮我，谢谢。其实那天发生的事儿，不管是谁，我也会救他的。我帮你，是因为领导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们可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啊。哦，对，工作关系。你坐呀，站着干嘛？显得我跟领导似的。我们乡下人直来直去，你别在意啊。其实你这个人吧，也不坏，就是有时候有点讨厌。哎，这次比武，你打算做把什么枪呀？我想要造一把芝加哥小提琴。芝加哥小提琴，那是把什么枪呀？造出来就知道了。哎，你刚才吹的曲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乱写的。喝够洋墨水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要喜欢听，我吹给你啊。我吹给你。你行啊你，怎么想出这么个办法侧后坐力啊？来来，再换一种啊！来来来来，放这边。
你找我，宁德，你设计武器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厂长，我实话实说，我没有杨墨同志好，既然他比我好，就该让他去。你们当着师长的面，让人下不来台，现在说不比就不比了啊！我找你来啊，是说另外一件事。这是你的。 入党材料，明天我就要上报了。这是真的，我还能入党？宁德，不久很有可能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。一名共产党员要吃亏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事事坐在别人的前头才行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参加军工大会。 进来啊！是。哪位是师傅？都是。坐下。还傻不愣登呢。今天把大家伙招呼到这儿来，原因想必大家伙都知道。兵工厂要造。
很过长呢，的确是不方便。咱们八路军又是以游击队为主，这种小小的不方便，到了战场上是要人命的。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啊。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我们给战士们做枪，有什么比他们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呢？好，大家还有什么想法？再说说，啊。对对对对。 我想起来了，咱的这个枪啊太重，平时感觉不到。我们经常急行军，有一次啊，一口气跑了十几里山路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拿着枪啊，就跟抱着个大石头似的。哎呀，我们的手啊都哆哆嗦嗦的，跟个老头子似的。<笑>你啊，是别抖了。枪重压得住，不用打一枪对一下。那你想让枪重，你不会掉块石头啊？ 应德，哟，姚芳，进来吧。嘿嘿。哎，姚芳，来来来来，你看这个，看我这怎么样啊？我想啊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怎么着？你把杨墨的设计图拿来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也就是跟你说他在做个什么，你看看。 这什么呀？五线谱。五线谱？杨墨不是不教你音乐吗？我就跟他学，学完了我再教你。五线谱。哆来咪发嗦。你这唱，你得有个高低起伏，不是一个调的。
宁德，我给你做了碗面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赵伟，当初有人叫我装腔，那是为了打磨我，让我不骄不躁。可是现在我怎么那么金鸡大魔啊？我心中的刺刀还在闪闪的发亮。赵伟，你能帮我吗？我一定要造出一把 八法子弹步枪，八法，对，八法。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看看。没事，听我的，听你的呀，看看。
包团兄弟，姚队长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给我大哥拿药啊。你大哥怎么了？他手受伤了。怪不得这两天老躲着我。他是不想让你担心。他就会逞能，别的一门不灵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学乐谱一遍就学会了，我教他五遍了他还学不会。那不一样，为了江医生，别说学乐谱了，你就让他现在跳河他都愿意。江医生。救活之后，那我大哥抓人手怎么都不放，说人家像跟你老相好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反正我是不相信。骗子，流氓。哎，你说咱们政委会来吗？我想他一定会来的，我看得出来。你混蛋！不是，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学乐谱？你是不是为了那个江医生？我为了你，天天跟杨默混一块儿，为了学什么哆来咪，我什么时候喜欢过那样的东西？我白天跟他学，晚上过来教你一遍又一遍，我对谁有那样的耐心？杨默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们可以是好朋友、好同志。好，既然我们也熟，
我们一定能赢。你再这么干下去，除非你手都不想要了。这力度不够，锉刀都偏向了。来，力是这样用的。你们的枪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，厂长？我的枪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参加比赛。影德，你呢？我也准备好了，但是枪还需要调教一下。需要调教？一个晚上的时间够不够？足够了。好，明早八点，实验场上比枪，谁赢了，谁参加兵工大会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明明什么也没做出来，你凭什么答应啊？明天我肯定做出来。你凭什么说你明天做出来？你有什么根据说你明天能做出来？你是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，就是想跟那个杨默争点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枪你拿不出来，不光丢你的人，我刘宝的人也你给丢了。明天我肯定做出来。行了，吹气。怎么了？啊，王伟，怎么样？王医生，他的手到底怎么样啊？伤得很严重，以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，恐怕就算是好了也。应德，我还是没能帮上你，以后恐怕真成了废人了。不，政委，您帮得上。明天呢，我一定用你最后造的零件，一定行的。你别安慰我了，明天就算是输了。新枪我得来看看呢。啊，影德，你是不是把你的新枪给我介绍介绍？是。嗯，师长，我们的部队用的大多都是步枪，而且是单发，也就是说打一发子弹上一发子弹，
就吃了这两点的亏。这把枪呢，我吸取了很多枪的经验，而且专门模仿三八大盖上了合成罩，还有我可以同时压八发子弹。八发？真的？说得这么热闹，不过就是在普通的步枪上加个防尘罩而已嘛。热闹不热闹，比完了再说。起个什么名字啊？我准备叫他春明。哦，这个事儿我清楚啊，美女救英雄啊。人呐，这两把枪你是不是得，分出个高低来啊？是啊，从兵工比武的角度来看，赢的当然是杨默了。但是，杨默设计的这把冲锋枪，材料非常特殊，再说我们不能及时的供应，所以不能成批的生产了。报告厂长，杨默说的对。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门外汉，我就是靠点小聪明，修修补补还行。这要造枪，杨默赢了，我输了。杨默赢了。嗯。林德。你也别灰心啊，我这次来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，你和杨默一起入党啊。
师长，我还可以入党。哎，你怎么不能入党？我不同意。天。